瞪了整场眼睛的慧强，好不好？来，请看。像铜铃，4556次的笑脸，然后有观众选择了慧强。另外，刚刚娜娜说那个大千的腹肌肯定会圈很多粉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一大千的好不好？太紧张了。来，好，慧强，对于你的成绩满意吗？差的不多，是不是？刚才看到4000多，觉得这个成绩其实非常惊人了，很高了，对不对？大起大落嘛，哎，心情现在是极其复杂。沈叔叔，有没有觉得这个目前的笑脸之的这个收集，公平程度有待考虑？公平可能也挺公平的，但是其实有点走偏了。秘密觉得呢？我觉得我们再看看吧，因为我觉得麻花的各位也是很厉害的。是啊，一下就能攒齐4000多。这样吧，我们在进入下面的环节之前，我们请那个四位助理官给我们那个在校生加加油，好不好？伟光，你要对大家说什么？我们那个口号是什么来着？加行加行，一定能行。很有力，很有力，对，很急很急。还加了一个加行，这个公司很有规矩。加行加行，一定能行。也不是很有力啊，很有力，很齐，很齐。西哥不错，西哥。秘密要说什么？秘密要跟大家说什么？就谢谢大家照顾啦，谢谢大家喜欢啦，赶紧说点。再来一次，我们来一个，就是真的有点齐的那种，好不好？来，加行加行，一定能行。哎，谢谢大家。各位观众，你觉得这次齐吗？齐吗，敏？好有规矩的。要不说你怎么在加行风生水起？要不能坐在这个位置上。长远，长远。我就是希望那个。刚才那一位为了慧强笑了4000多次的那位观众，你要努力哦。争取笑完20000多次。我们我的口号都忘了，我们是什么口号来着？麻花一盘散沙，还有加行加行，一定能赢。来吧，一百七，你们喊一下吧。真喊，有点上进心，好不好？出道30年。谁敢说我们是俗人？喊得特别虚。好，我们待会儿呢，在节目的最后会揭晓我们今天真正的排名情况，所以呢，也请大家继续开心的笑啊，继续来为我们的这个在校生来